这点点的仿佛落叶一般的，就代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。2020，我们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都随着这些一美丽的烟火绽放开来。再见了，2020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最终章，精彩台湾，无限可能，爱与希望，向前行。璀璨的烟火，大面积、多面向，从台北101同步齐发，发向全世界，发到你我的心里。爱与希望的绽放，2021台湾，虾米都唔惊，大家加油，做伙向前行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拥抱彼此的朋友吧，我们一起迈向二零。